有没有想过哪天现实世界中路上会充满丧尸游荡呢？银石路我们的世界就是透过 AR 技术让玩家们体验打丧尸的游戏哦。一开始路上会有各种任务，像是遭遇战、丧尸群和营救任务，玩家也可以使用各种武器来爆丧尸的头，而且每半个小时就会在地图上发放补给箱。玩家也能在各地建造避难所，或是使用其他功能让自己更快升级。而游戏的目的就是透过打丧尸来得到稀有的武器跟角色，还要设置避难所，让自己救回来的人类可以有个安定的地方躲丧尸。另外，游戏还加入了社交系统，可以跟其他玩家们一起聊天、讨论攻略，还能够一起打任务，让你在末日时不是一个人奋战。趁着《银石路》第九季开播之前，一起到马路上打丧尸吧！